这种魔药可以让人肌肉失去知觉。太好了，大姨妈，快帮我调这种药水。放心，一点都不疼。难道真的不疼吗？不知道也想试一试。我真的不过淑女吗？没叫过淑女吗？不知道觉得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肯定不止淑女这一种风格的。 小白，你这黄撒的，我记得你刚打针的时候可是疼得呱呱叫啊！刚刚啊，就那么一点点啦，这么长时间怎么忘了啊？刚刚那个针头那么长，一下子扎进肉里，拔出来的时候我都流血了，还说不疼。我也是，啊，真的啊？当然了，不过那咱们呢是男子汉，要疼啊也得忍着，对不对啊？刚才啊，隔壁班那个小姑娘疼得都成这样了，看呐。 老师，这剩下王子没打了。王子，你为什么不去打针呀？我不需要打针。啊？可是不打针的话，特别容易感染上流感，几率很大的。对呀。有多大几率？这个老师也不知道，你最好还是去打一下吧。你是不是对这次疫苗有什么顾虑呀？哎呀，老师，您还没看出来呀？ 他呀，不是顾虑这次的疫苗，而是顾虑呀这次的那个针头。针头？对呀，他呀怕疼。我不怕疼，那你不怕疼，为什么刚才没去打针啊？因为我胆小鬼，连隔壁班的那个小姑娘都不如。我不是胆小鬼，既然你不是胆小鬼，那你去打针啊。我怕了吧？去就去。 三，木头人。王子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小精灵在玩木头人不许动。要是能变成木头人就好了。王子为什么想要变成木头人呢？因为木头人不怕疼啊。王子很怕疼吗？我特别害怕打针。把眼睛闭上就好了。闭上了也疼啊，身体是有知觉的。 那怎么才能不疼啊？不知道，知道。嗯，扎到别人身上。呀，这样就不管用了。所以我才想变成木头人啊。没有知觉，不就是木头人了吗？关键时候还是要靠等一等。等一等，记得呢，有一种魔药可以让人变成木头人哦。 真的有这种魔药吗？这种魔药可以让人的肌肉失去知觉，就跟木头人一样喽。太好了，等一等，可帮我调这种药水。可是这种魔药的配方非常复杂，等一等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小精灵啦！对的多。接好了啊，我给你，哎，是接住了，哎，我又接住了。 说清楚啊！我可不是胆小鬼，哎呦，还不是胆小鬼呢哈！上次也不知道是谁怕打针。小白，你看清楚，这还有针眼呢。啊？还有针眼？小白，哎，没事，不疼，不疼也不行。老师说了，手指上面有细菌，感染了怎么办？王子，这次。 怎么办啊？小白接球，啊！哎。
雪了。啊，王子，要不我送你去医务室怎么样？对啊，没事，抹点雪擦就好了。啊，王子，对不起。哎，没关系，下次包在教室玩球了。听到没有？哎，幸亏我躲得快，要不然啊，该挂彩的是我了。王子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嗯，要不我们带你去医务室看看吧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放心，一点都不疼。真的、啊，王子，一点都不疼啊。哎呀，冷不丁的一个球直接砸脸上，我呀想想都怕。嗯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王子，你可真坚强。嗯，王子，这次啊，我小白敬你是条汉子，厉害。啊哦。哎呀，不要跑了，不知道跑不动了。哎呀，哎呀呀，也得休息一下。不知道早就跟哎呀呀说过，不要去音乐教室玩钢琴，把胡老师都给招来了。哎呀呀，不知道会招来胡老师呀。还好胡老师没有跟上来，不知道都后怕了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去望风，不知道在这等着。A 点安全。B 点安全，警报解除，回家快！小姐呀呀！呼噜呼噜呼！王子，王子。哦，哎呀，不知道，怎么了？王子走路不看路，难怪会撞墙，差点踩到小精灵。敢在哎呀呀和不知道有危险的时候狂叫王子，王子结果戴着耳机走路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光顾着看书了，反正是撞一下嘛，也不疼。但是不知道觉得王子这么一直撞下去、撞下去、撞下去，会出大危险的。哎，没事。哎，王子这样边听歌边看书边走路，很容易摔倒了。王子不要再戴耳机走路了。好疼啊！难道真的不疼吗？不知道一下试一试。不知道觉得哎呀呀的医术还是那么的高明，不知道脑袋撞了那么大一个包，结果给治好了。嗯，可是哎呀是怎么吃的呀？揉揉，揉揉。伟大的国王，王子是怎么了？哎，我没事。这个是 DUT 的，这是摔的，还有这是今天早上撞墙撞的。王子看起来好严重啊，王子没关系吧？我没事，反正也不疼。不知道觉得吧，其实疼痛是一种保护意识，比如说一疼痛就躲开了，就要小心啦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嗯，疼痛不是小心可以开的一万年的船，是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知道真笨。疼痛的感觉很重要，所以等一等决定，还是解除药水的魔力。哎，王子，一块去骑车怎么样？好啊，咱们去马路上骑吧。马路上骑呀、啊，那太危险了。咱们能去操场上骑，走。哎，操场上都没劲啊，马路上车多才刺激嘛。刺激倒是挺刺激的，但就是万一发生了危险，被车撞那该怎么办呢？啊，老疼老疼的，我不敢。疼什么好怕的，胆小鬼。那你来，你来，你来啊！我来，我。小心别摔倒啊，慢点。哎。哎呀，王子呀，你看看，你跟你嘴上都说的危险，危险，慢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再也不骑车了，疼死我了。哎，王子，你不是说你不怕疼吗？以后小心点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再也不乱来了。你说说你。哎呦。啊哦。过年了，过年了。好了好了，同学们都先回去吧啊，我都登记好了。主持人海选，这简直就是给 AI 量身定做的呀！
请问是这里报名吗？是的，这位同学，你要报名吗？同学，哎呀呀，果然看起来特别年轻，哎呀呀，真棒。嗯，请问你的姓名是？哎呀呀。哎呀呀，这个名字挺特别的。嗯，年龄呢？哎呀呀，想一想。嗯，哎呀呀，今年3337岁了。啊，同学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还没有开玩笑。哎呀，是在3333岁的时候，从王国。不让他睡。哎，这位同学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这位同学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，打搅了。丫丫要是参加小主持人还行。丫丫不能去。哎，丫丫要是参加小主持人还行。不是打我丫丫，小精灵拦住丫丫是怕丫丫说漏嘴啊。丫丫，哎呀呀，知不知道那张海选海报上写了，参加比赛的选手呢不能超过15岁，而且必须是青少年。请问 AI 老师，多大了？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今年3337岁。所以不知道觉得呢，哎呀呀老师的年龄有那么一丁点超，而且 AI 老师应该也不算是青少年了吧？哎呀呀，当不了小主持人了。嗨，大家好。啊，别别。哎呀。来。嘿。哦，对的嘛。嘿。皮皮今天来找小精灵做什么呢？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今天呢我参加了一个电视台小主持人的活动，可是呢大家都说我不够淑女。哎，我就来问你们，我真的不够淑女吗？哪里不淑女了？准确的说，皮皮是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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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不够淑女。哎，美丽的哎呀，可不可以做我的形象顾问呢？既然哎呀呀当不了小主持人了，哎呀呀可以让皮皮变成主持人。哎呀呀真棒，谢谢哎呀呀。哎呀呀，哦，太晕了，不要晃了。那个什么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激动。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皮皮在这里站好。哎呀，觉得帽子不够好看。皮皮的发型也太像男孩子了。T 恤配牛仔裤看起来太普通了。哎呀呀，还有这双鞋一点都不时尚。皮皮的这一身全都要换掉。那换成什么呀？交给哎呀呀吧。哇塞，这还是我吗？皮皮，走几步台步吧。啊，鼓掌！走台不错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怪。等一等，觉得皮皮不是在走台步，好像是在逛游乐场，要不就是在赶火车。我有那么差？不知道，觉得皮皮一点都不差，而且有一点点男孩子性格，还是挺可爱的。皮皮为什么非得学娇娇那样的乖乖女呢？对了，我可以跟娇娇学呀。谢谢小精灵，再见。皮皮，再见。不知道不知道，变成了娇娇的皮皮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哎呀呀，也很好奇。那小精灵就一起去看一看。呼噜呼噜呼！哎哎，你们别跑呀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呀呀，皮皮没有什么变化呀。啊？皮皮好像在等什么人？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精灵们不要着急嘛。
圆滑的是什么造型啊？没见过淑女吗？就你还淑女呢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一个笑话。皮皮说他是淑女。你说谁不是淑女？谁不是淑女？说你是淑女，是淑女，好淑女，好淑女。哎呀，像不像？没听说过淑女叫人。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就什么也没看见啊。皮皮，就你比我都凶，还淑女。对呀，皮皮。我觉得你还不回到出场设置得了呢。皮皮啊，你当淑女还是算了吧啊。对呀。你们闭嘴。等一等，宣布皮皮的淑女计划失败。不知道皮皮怎么想的，但是知道皮皮这样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，那就是东施效颦。不知道居然会用成语，而且还没有用错。不知道玩累的时候是可以看看书的。皮皮，不要难过了。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，永远都当不上淑女了？可是等一等，不知道皮皮为什么一定要做淑女呢？对呀，不知道也觉得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的，就好像 AI 和不知道风格差别很大的，皮皮只要做自己就好了。可是大家都好像很喜欢淑女范，而且电视上的主持人也是那样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去海选了，免得被大家笑话。那好吧。不知道送给皮皮。谢谢。其实不知道怎么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，但是不知道觉得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肯定不止淑女这一种风格的。那么我还是有机会的。必须有。我去试试。皮皮加油。皮皮，你小鸭子可以还给不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评委老师，我表演完了。好，谢谢这位同学，我们回去商量商量，等有结果了告诉你。谢谢啊。谢谢评委老师。下一个请皮皮同学上场。请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叫皮皮，是一个文静的女生，我喜欢唱歌。皮皮同学，你不要紧张，请问今天你还有什么才艺要表演吗？我给三位评委老师带来了一首歌曲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怎么了，皮皮同学？三位评委老师，我刚才没有做我真正的自己，我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好，那你现在开始吧。我叫皮皮，我是一个假小子性格的女生，我喜欢音乐和一切的音的。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《怒放的生命》。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皮皮同学，你是我们这一次海选发现最特别的女生，虽然你的歌唱的不是最好的，但是你很阳光很真实，所以我们决定赋予你直接进入决赛的资格。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哎，干嘛呀？
喜欢玩洋娃娃的男孩子，这样呢？